来人，点火，给我烧了宝塔！是，快！快点！快点！快！快点！让我快！来人用强弓守住，不论谁从塔上跳下来，一概射杀。是，世子，我师哥在上面啊。这头陀不可能在塔上等一辈子，塔下一举火，他自会下来。可是他要把我师哥拴下来，那可怎么办？世子，这火万万不能点！跑了六大门派的高手，就是纵虎归山呐。 颜面前谁也担不下这个责任，恨不得轻重之下，我的爱妾都可以不要了，更何况陆战客，动手！不能点火！贺先生，你敢犯上？我要救我师哥，不能点火！点火拿下！是！点火！王宝宝，你还真够心狠手辣，爱妾都不顾，真点火啊！ 怎么样嘛？你怎么不说话？好，我出发之事就来约你。<笑>啊！那边不是万安寺吗？哎呀，糟糕了！万安寺失火了，顾大师，照顾你，失陪了。哎哎，等等我，我和你一起去。王宝宝放火烧塔，怕是不在乎你们的性命了。不行，救人保命要紧。 解了吧，差不多了，鞑子放火烧塔了，赶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诸位，诸位，诸位的功力恢复的怎么样了？阿弥陀佛，多谢施主相救。是啊，是啊，刚才你自解药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错怪你了，真是不应该啊！和太冲再次道歉。哎，我是贯彻教主的命令。 王宝宝放火烧塔，我是马上就要控制不住了。啊，咱们得赶快想办法，看看怎么出去啊！是。呀！呀！这，嘿，贺老二，你听着。 再上一层，我就把这只鹿扔下去。那个时候，担保他摔成一团鹿肉酱。库多，库大师，我师兄弟跟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何苦如此跟我们过不去呢？库大师，你想要救你的老情人，灭绝师太，和你的女儿周姑娘，你尽管去救，绝不阻拦。只要你放了我大师兄。 我玄冥二老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绝不食言。满嘴胡说八道！师傅，你说什么也没用。陆让客是我的护身符，我就不放。是谁？是谁在那胡说八道？是谁？师太，师太，塔下那贺老儿岂有此理！师傅，芷若，你还好吗？臭老鬼！ 你嘴里不清不白的说些什么？老师太，我请你劝劝你的老朋友，先放了我师兄。我可以担保你一家三口平安的离开。什么一家三口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师太，贺老二的意思是说你我是老情人，你的徒弟周芷若，是咱们的私生女。他如侮辱我不打紧，反正我老脸皮厚。可您不同啊，您是一代宗师。 一声清明啊！你闭嘴！贺老鬼，你上来，老尼掌声跟你说话。不是我信口开河，是空。杨修，来得好，给我拿下！ 放箭！王宝宝！
你们先坐实，我不是不让你来吧。属下担心迎难危，朱坛主已在路上，随后到。明教叛逆来得好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两个杀一双。范右使，你那边怎么样啊？不妙啊！上下不得，教主，我们不是跳下塔摔死，就是被活烧死啊！给我冲！啊！ 父王，你们跟我去汝阳王府放火。啊，教主他，只要汝阳王府失火，王宝宝一定会带人马往回撤，保护汝阳王的安全要紧。我这是调虎离山，釜底抽薪之计。李铁听父王安排，走。贺老鬼，你上来，上来！师太，这都什么节骨眼了？你还在跟那个贺老儿打口水仗？ 我灭绝一生清清白白，我不允许他当着各门各派耆老面前无中生有的羞辱我。哎呀，这种时候连性命都快没有了，还顾什么面子？我已经抱着一死之心，不能在临死之前名誉扫地。你给我上来！随你吧。贺老鬼，你给我上来，上来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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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张公子，等等！张公子，请不要伤害我哥！妹妹，快下令救活放人，否则我对不起二位了。郡主，不好了！什么事？王府失火了！失火了！失火了！赶快回去保护爹！我们走！九如，扫除一下吧。 塔上的各位前辈，请注意跳下来，再上在这里接着。开什么玩笑！啊，这塔高最少有10余丈，人跳下去是何等的力道啊！啊，张无忌就算有天大的本领，他也接不住呀。是啊，为什么我？我们的功力还没有恢复，跳下去准死无疑，千万跳不得，不要上了张无忌这小子的当啊！没错。 他一定要骗咱们摔个粉身碎骨，好报光明顶之仇啊！呸！亏你们这些人还自称名门正派，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我们教主有些害你们，干嘛要我送解药给你们？早知道这样，干脆毒死你们！哼！我们宁为见蛇，也不向魔教低头。对，好，我看你们有多硬的骨气。各位前辈。 烟火弥漫，再不跳，势必尽数葬身火窟了。要死要活，你们自己决定。莫七叔，其他人也许有所顾忌，相信我，无忌不会害你的。你先跳吧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先跳。哎，七弟，我信得过无忌。七叔，怕只怕张无忌武功再强，便绝技接不住这下坠的力道啊！与其在这活活烧死。 还不如跳下去摔死！嗯，无忌，我下来了。七弟，七师叔，相信我，无忌不会害你的。无忌，我下来了。乾坤大挪移，转，嗨。 大师兄，无忌用乾坤大挪移把我接住了，你们快跳下来吧！莫大侠，你来盯住他们。好，郡主。